提多書第二章。至於你，提多，你要大力宣揚能夠體現健全教導的生活方式，要教導老年人操練自律，為人要配受尊敬，處事也要有智慧。他們需有堅定的信心，又要充滿愛心和耐性。你同樣要教導年長的婦女過榮耀上帝的生活，他們不可誹謗他人，也不可好酒貪杯。相反，他們應該教導人美善的事。年長婦女要訓練年輕婦女愛丈夫、愛孩子，為人處事既有智慧又保持純潔，操持家務、行善並順服丈夫。這樣，他們就不會使上帝的道蒙受恥辱。同樣道理，你也要勸勉年輕人，為人處事要有智慧，你自己也要在各樣的善行上作他們的榜樣，讓你的一舉一動都體現出你的教導是正直而又嚴肅的。你要教導真理，好使你的教導無可指責。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就會因此自覺羞愧，無法再說我們的壞話。作奴仆的要事事順服自己的主人，盡力討他們喜歡，不可頂嘴，也不可偷竊，反要顯出自己全然忠誠可靠，全然良善。這樣，他們就使上帝我們救主的教導在各方面都具有吸引力。上帝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，為所有人帶來拯救。我們得到教導，必須棄絕那種無視上帝又沉湎於罪中之樂的生活。我們應該在這個邪惡的世界上過智慧、公義且委身於上帝的生活，並同時滿懷盼望地期待那奇妙的日子來到。那一天，我們偉大的上帝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將會顯現。救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，為要救我們脫離一切的罪惡，並且潔淨我們，使我們成為屬他的人，從而一心行善。你務要教導這些事，並鼓勵信徒照著去做。在必要的時候，你可以運用你的權柄指正他們。所以，不要讓人輕忽你所說的話。